工啦！博士博士，你有新发明啊？风炮？错，佢系比嗰啲麦风麦风更加犀利嘅超级手机 Lexon 一号 Lexon One， 佢唔单止可以打电话上月球，佢嘅计算能力仲可以计算到太阳粒子有几多粒啊！咁可唔可以上网影相、听歌、打机、check email 先？全部都唔得，不过佢储存咗125周年马会嘅资讯同埋数据。咁 check 唔 check 到今届周大福杨紫荆短途锦标嘅形势啊？梗得啦！呢项赛事中最瞩目嘅就系赢足四场1000米金字牌靓档嘅烽火神驹。而文家良马房嘅宝树有型都唔弱噶，今次更加由每次合作都有好表现嘅八德文操刀，嚟紧星期日沙田马场定必火拼连场啊！其实佢仲可以吸尘同埋剪草，仲可以 check 到泥土嘅软硬度同埋湿度，人人都可以做泥地赛事嘅专家啊！咁点用啊？好容易啫，只要将佢插喺个泥地度，3分钟就可以啦。哦，咁都唔坏啊！不过听讲非工作人员唔可以入跑道噶喎。吓？是啊，想做专家不如问他仲好啦。边个？他边个嚟？嚟紧嘅星期日，沙田马场会上演10场赛事，当中有3场咧系泥地赛。要数今季泥地赛事成绩最好嘅练马师就系徐宇石啦。近6次嘅泥地赛事入面，徐宇石有4次有马赢。在2009年12月6日嗰一次啊，佢更加中3元添啊！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啦。大家好，今集 Racing Fantasy 我 Stephanie 话俾大家知呢排女士们嘅新玩意系乜嘢呢？就系影相啦！我哋好多时都会随身带住部鱼眼相机或者 Lomo 相机周围影，有啲仲会玩埋单镜反光机，技术绝对唔会俾男士逊色噶。一于等我星期日去沙田马场同夜马嘅骑练影相先。话时话，唔知马迷又睇好边啲骑练呢？徐宇石嘅万能驹。专营泥地赛，今次增田跑1800，有望帮梁家伟赢马。我又有新球市啦，就是一部 Lexon 二号阿路风。阿路风，冇错，是阿路二风。个画面咧将会有多达100个 icon， 不过得一个 function 就用嚟睇阿路二啦。睇晒100集之后，就可以翻嚟慢慢睇星期六晚10点50分嘅稳操胜券。啊，博士啊，咁我唔阻你啦，拜。喂，唔好走住，正嘢嚟噶，嗰100个 icon 咧全部都系我嘅靓仔样嚟噶。原来系咁，下集见啦，拜。喂，唔好走住啦，真系成个花样男咁嘅。